多多来自全国各界关心我们文化啊、欣赏我们啊、希腊雅族所有活动，支持所有希腊雅族的好朋友共同来参加。今天我们国定民俗吉贝索希腊雅族夜祭所有的活动，那我来了晚了一步啊、前半段由我们段老师所指导，在我们吉贝索国小江校长的领导之下，我们小朋友所表演的木偶剧哈啊，我没有欣赏到，非常的可惜。那刚刚我们也有欣赏到非常精彩的表演，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样啊、感到非常的高兴。那我们全力来支持我们希腊雅族所有的这个活动，能够在大家的关心支持之下，能够发扬光大，永远的传承下去啊！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也祝福我们夜祭所有的活动圆满成功，祝福大家，感恩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议长在本房里面呢，来到我们的夜祭晚会，来替我们来做鼓励哈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的夜祭晚会又有一个重量级的演出歌手来到我们现场，有谁知道呢？谁？哦，谁？优秀哦。谁？声音太小声，他可能没有办法上台哦。谁？阿爸是谁？哦。然后我们用掌声加尖叫欢迎我们的阿爸。哦哦哦！这样才5000人，